谢谢。来，两位主委请回，我请教一下那个主任秘书。来，陈主秘，来，拍谁哈？你是人事界的老前辈了嘛？不敢，我们同事也做过同事嘛，哈。谢谢。我请教你一下哈，跟今天的主题比较无关的哈。公务员服务法第十二条规定什么？公务员服务法的第十二条是不是规定公务人员的请假？是。那依照这个请假，我们有定一个公务人员请假规则，是不是这样？是。那所有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包括政务官，包括公务人员，都依照这个请假规则来处理，没有错吧？公务人员请假规则是比较适用在事务官的部分。对了，大部分是事务官嘛，但是政务官因为没有政务官请假规则嘛，所以比照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办理嘛。我请教你哈，公务人员请假规则里面规定，一年我可以请几天的事假？一年有五天的事假。五天的事假，那我可以请几天的病假？病假它有一般的病假或者是一些延长病假，延长病假，延长病假嘛，几倍干嘛，对不对？好，二十八天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要请超过两个月，或是超过一个半月，那唯一可能请的是什么假？我们在可能在公务员请假规则里面，每个人本身他有他的休假啊，他的休假如果超过了休假或者休假是可以累积，是可以计价的嘛，对不对？好，那我请教一点哦，我先回到公务员请假规则。公务员请假规则唯一超过三十天的只有一种假，对不对？这种叫做生育假、分娩假，对不对？好，分娩假才会超过一个半月嘛，没有错吧？好，是这样规定嘛？那现在唯一的我没有讨论就是，我公务人员到底有多少计价，我可以多少休假嘛？是这样的意思吗？那我请问您，政务人员一年最多可以休几天？他休假跟我们一般公务人员的，无啦，政务人员规定较严啦。政务人员袂使超过30天嘛？对，就30天。三十天嘛，一般公务人员也这样嘛。是。好，那我刚才请教过了，事假是五天，病假最多28天，分娩假是42天，公务人员休假累积，最多一年不能超过30天。那我请教一下哈，我们主秘，如果我要请三个月，我要请什么假？如果我要请三个月，我要请什么假？如果有需要，我要请分娩假，还是我要请事假，还是我要请什么假？另外，我们在请假规则里面，如果超过了他的休假啦等等病假这些，他还有一种叫做无薪的叫做无薪假吗？无薪假，我们请假规则有规定无薪假吗？不是哦，扣他是扣他的扣薪的事，扣薪嘛，对不 对？所以不是无薪嘛，是这个要讲清楚。讲错，谢谢。但我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请三个月？那我看起来他也不是生产假，他也不是病假嘛，那他当然也不是请事假嘛。那公务人员有一个规定，如果他有请假规则的话，他必须依照请假规则填具单据，对不对？好，填具单据，请假规则第18条规定，机关首长的请假是不是要由上级机关核准？是不是？对。好，那我请教你，新北市市长的上级机关是谁？他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内政啊？他自治直辖市呢？直辖市。直辖市会送到行政院的。直辖市的主管机关是行政院嘛？是。那我请问你，新北市长朱立伦请假三个月，到底请什么假？是事假，还是分娩假，还是产假，还是什么假？不用核准。请假三个月啊，对不对？请假三个月嘛。那这个假的里面的内容你们不知道嘛？我们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请假你们不知道？来，我请教你，来，主秘没关系，我请教你，我们老同事哈，我们很熟了哈。我跟你讲说，他请假嘛，那请假根据请假规则第18条规定，必须上级机关核准。请问你，他有没有报行政院核准？他报行政院备查就可以了。报行政院备查。对。但是请假规则第18条写的是核准哦。机关首长请假必须上级机关首长核准哦。他是地方制度法跟他的行政组织准则里面的地方制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要报行政院核备就好，备查就好啊，备查就好。好，报行政院备查有没有送你们人事总处？这个不会到我们这里了，不会到你们啊。你不是在关请假的？他如果有单日的，如果单日的请假，当然还是要送你们备查。我们转任何的首长出门，其实都要跟行政人事行政总处要备查，没有错吧？啊，有吧？我们还是会转到有没有送嘛？
我只问你有没有送嘛？有有有，有送嘛？嗯、啊，他用什么理由请假？告诉我一下。哦，这个，他是送你们备查，你们总有看吧？你们不会备查工啊？备查我的坑雷嘛？没有嘛？备查还是要看一下嘛？还是要跟院长报告嘛？嗯、对不对？人事行政总司是管理这个的部分嘛？请假的部分，任何的机关首长请假，即使只是报你们备查，你们至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嘛？那我请教你。朱立伦的假单有没有送人事行政总处，然后转行政院备查？有没有？啊，这个假在我们内部无啊，无而已啦，有或没有嘛？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啦，就因为在公务人员这个部分哈，他有他的啊，你刚刚不是告诉我政务人员比照公务人员请假规则？我说他的假的部分哈，他有他的、啊、政务人员一年不能休超过30天呢、啊？朱立伦为什么休90天呢、啊？他问题在这里啊。他的假单来，我只要求一件事情，请人事行政总处在今天下午之前提供朱立伦向行政院提出请假的假单，那、啊、提供给我们参考。我们会把这个合理，他这个内容、哦、的请假这个资料给委员参考。对啊，这合理吧？哈、哦，他请假一定要送你们备查嘛。那照请假规则18条的规定，其实要上级机关核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是什么？朱立伦请假的理由到底是请事假，还是请病假，还是请休假，还是请分娩假？其实他也不可能分娩假，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请到3个月？第一个，那第二个，行政院对这个到底怎么处理？因为根据请假规则18条规定，必机关首长请假必须上级机关必须核准。那核准的话，请问毛治国什么时候批的？毛治国什么时候盖章的？这个通通提供给我们。没有的话，最后一点就是说，没有，他根本没有报，他自己请假自己准，然后只是报行政院备查，至少把这一张假单送给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假单给我们提供参考，然后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一个比照公务人员请假规则的政务人员可以一年请假3个月。如果这样，以后所有政务人员都可以一年请假3个月。记住哈，刘主委，记住哈，林主委，一年请假3个月都没有关系哈。谢谢。